一名男子骑着机车摇摇晃晃被远警当场拦了下来，只见男子浑身酒气，眼神飘忽不定，但被问到有没有喝酒却一概否认，但有没有喝一测就知道，果然男子一吹感测器马上闪红光。来看段当时画面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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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昨天早上喝到十点，你喝什么后的？53度高粱，我已经经过12个小时了啦。好，事发在30号凌晨3点多，高雄凤山区五甲一路，张姓男子称，前一晚6点多喝了高粱酒，隔天凌晨3点多准备上班时，以为酒已经退了，就骑车出门上班，没想到一路摇摇晃晃，加上车牌太脏，被警方注意。只是男子被逮后还大叹被抓不能上班了，不断求饶，但最后除了被依公共危险罪送办外，男子无照驾驶也一并举发。